Hello， 今日同大家介绍深潜者的挚爱，劳力士126660 BL Deep Sea Blue。标底方面是采用劳力士品牌研发的904L 精钢，配备豪式格带的设计，特大标盘44mm， 陶瓷外圈刻上60分钟的刻度。落水前首先转动陶瓷外圈，将三角形的位置对准分针的位置，现在就要落水了。当分针含到这个位置，就代表用了10分钟的时间。如果氧气桶的氧气可以用30分钟，即是上水的时间还有20分钟。陶瓷圈只能够单向转动，确保意外碰撞都不会加长时间。调校时间只要逆时针转动松开把的，如果要上链，顺时针转动把的就可以了。如果要调校时间，只要将把的拉出两格，跟着转动把的就可以调校时间了。如果要校日历，首先将把的推入，然后拉出一格，跟着转动把的就可以调校日历了。校好时间之后，记住一定要锁返紧个把的。潜水深度可以去到3900米。机芯方面是采用3235型机芯，动力储存70小时。想了解更多，可以来微人钟表找我 Andy 啊，或者加我 Andy 的 WhatsApp 或者微信联络我啊，拜拜。